保罗。等一下，不来点狠的，老铁们能给你双击吗？好了，一定要来点双击，老铁们。这个鲍鱼花了我200个豆，老铁们，为了换你们一个小红心，我也是拼了啊！哎呦，太硬了！哎呦，哎呦！哇，这个不吃，反面。你们的小红心准备好了吗？看着都有食欲，好肥呀、啊！一个双击，哇哇哇！两个双击，三个双击，哇！能不能给我四个双击，老铁？挑战吸六级虾尾，如果能吸出来，请给我一个双击鼓励。哇，这啥玩意儿？哇，好久没录扇贝串了啊，来一个。